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恐惧症互助会。我姓吕，我也是一名恐惧症患者。我怕啊这个字啊。对，你呢？大家好，我叫旺仔，我怕道歉，不好意思。啊啊啊！我懂了，对不起。啊啊啊！是道歉都不行吗？对。那你呢？我害怕重复。啊，懂了，你怕重复。啊啊！不好意思。啊啊啊！那你呢？我怕尴尬。啊。打个比方，刚才就差点儿。好，那咱们要互相帮助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啊啊啊啊！你害怕什么？我害怕别人害怕，然后学狗叫呗。对，好，那我介绍一下啊，他怕重复，他怕尴尬。OK， 那咱们互相帮助。啊啊！这句话他说过啊，那不好意思啊。啊啊啊啊！不是，咱别卡这行吗？这是旺仔，他怕道歉啊。那不好。坐下听。旺仔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小时候偷穿我妈衣服啊。